广播站。本站现在开始我们的第二次播音。观众朋友，欢迎收听浩话新闻。在这次节目里，为您播送的内容有：检修快讯、直击大检修、新闻司党委弘扬正气、特别倡议书。广大党员干部同志们，今年浩话指定学校高考概传捷报，取得了成绩。随着高考及志愿的结束，莘莘学子们将收到录取通知书，他们的人生将从此翻开崭新的一页。在此，莘莘司党委向各位考生，向功不可没的各位老师致以热烈的祝贺。金榜题名是人生的一大